来 CES 的柳甄在戏剧方面表现亮眼，多年来出演过不少作品，都获得了不俗的反响。近日他举行了粉丝见面会，久违对于粉丝们进行面对面互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天柳甄在舞台上跳了新人女团 New Jeans 的 High Boy， 展现了优秀的舞技。舞蹈动作既流畅又精准，令看完影片的网友们纷纷留言惊呼，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还能看到柳甄跳舞，初代 idol 的实力还在呢，而且她看起来很享受舞台，就跟当年以女团活动时一样，看得真的很感动啊。